周末推荐了一个小丑卡组三明治战，有小伙伴说要不试试猎人吧，猎人也可以带黑麦切割者，确实可以试试，带上奥秘体系前期可以有事可做，但是结场是个问题，所以带上了五费的星辰能量，卡组也在不断调整，一起看看吧。还是有赢的局啦，要赢还是需要手顺不鬼抽，抽刀、提刀、自助大餐，不像战士可以跳费，所以我还带上了二费硬币，也更容易腾手牌，也可以试试带上扩音机，提高手牌上限。猜猜我是谁？非常容易被快攻抢死，带上了爆炸，还一桶胡孙保命。这局对阵控制木，可以好好经营了。实测带了二费抽刀的奥秘，但是对于手牌并不好腾挪，还是一个回合才能抽到，还是二费抽到随从比较靠谱。四费的蛋我也下了，没用。我不会说的，下一步该放奶酪了。这局能赢，完全靠张鼠。对面头铁还继续张鼠，谢谢您嘞。还是用自助大餐抽牌靠谱，尝试带一费的出五个野兽的包，非常难用，根本没有手牌位置给到那些牌，最后一块面包没位置。谢谢张鼠助攻，是的，你没看错，手顺的话还可以拿下比老鼠，但跟职业没关系，战士也一样可以。对面一定很好奇，怎么还有人玩奥秘猎？现在还没有武器的身影。血曲前奏响起来了。调试状态完美。全压。已经上头了，全部打脸，应该修一下对面随从血线的。
对面也被我气魄吓到了，不敢打脸了。这局有机会，竟然神抽自助大餐。接下来就是首次登台的，到我表演。乖乖投降吧。不好解了吧？所剩无几了。这儿有个台板。笑鼠根本不怕。你看还是可以赢的嘛。哈卡，对阵万利拉。神愿过期。团的浪潮把你拍个粉碎！猜猜我是谁？四局对阵刀贼。调试状态，挂了。前期没啥压力，刀闪飞舞，武器和自助大餐都来了，就很有机会。时间紧迫，什么操作硬币用掉了？这玩意儿配不上海盗。时间，你不启动，我启动了。手牌满了，要清一张。我加注，你认输。乖乖投降吧。时间紧迫。启动，启动！调试状态，挂了。刀闪飞舞。刀闪飞舞，时间紧迫。太累了吧？别人的卡组还没有，还是小丑卡组，期待大神开发更厉害的三明治列。